小何是非常注意形象的一个人啊，头发整不好都不出来，非要蓬点发胶，要蓬松一点。好了，出去吃饭。你戴着安全帽干啥？那个要戴一下嘛。然后你戴着安全帽去吃饭，害怕谁把你打了？那是。就买个针线吧，这个可以自己缝一下呀。你这干个活，我现在连短袖都没有了，我现在都没得鞋穿喽。对，那个摆地摊的没过来，所以说就没买到鞋子。这是蓬松，蓬松在床底下面去了。妈呀，我的天！找啥呢？找梳子呢？那个梳子不见了。啊？梳子的。别喷了，已经很帅了呀！走。你再墨迹墨迹啊！烧烤店都关门了。现在已经待了三年了。就是这三年之间，没有一直没有回去过四川巴中。叔叔现在和你一直没有联系吗？前段时间就有联系了。这有一家兰州拉面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菜。本来是请小何吃个烧烤的，但是这边确实有点偏了，开车跑了两圈硬是没有找到。这边有一家卖面的，不知道进去有没有。这里面应该有炒菜啊，大盘鸡。可以炒菜吗？炒菜要。弄几个菜。炒一个大盘鸡吧，小份的。大盘鸡没有了。没有了。今天没来了。你们主打的不是大盘鸡吗？啊，一天只卖两个鸡对吧？凉拌牛肉，酸辣土豆丝吧。大爷，自己去拿呀。你来瓶啤酒吗？我开车呢，你帮你开车呀。我咋回去？你让我喝醉了，我今天晚上躺你床上。等我那边房子租好了，去给你冻大盘鸡吃，可以吧？你的手机怎么样？没问题啊，杠杠的。哎，我听他们说你还有个兴趣爱好。什么兴趣爱好？就是给那些女主播打赏，是不是？没有。真的不假的？那你听谁说的？是吧？是不是有这个事儿？是，但是我现在没有。你别忘了你挣钱的时候有多苦，知道吧？那么热的天气，你挣的钱你容易吗？别干那种傻事儿，把它吃了喝了。买衣服穿都可以，但是千万不要去打赏，听见没有？是吧？很好。软面搅一下，拌一下呀，拌面不拌一下咋吃？这个味道挺不错的，很好吃。老板，我这个多少钱？95。牛肉58吗？58加上一个，还要多少钱？5块啊。95。好了没有？够不够？够了。够了就走。你有没功力吗？就这点啊。嗯。慢点，慢点。嗯。下嘛，还不愿意下去了？那要不然我带你去里面吧。走了。啊。啊，慢慢走。啊，慢慢走。慢走。啊！一下子啥时候过来？那我得过几天啊？再过几天。啊，过来的时候咱带点菜之类的。行行行，可以。你干活注意安全啊！我过段时间再过来。这次过来的时候松落，什么都没带。下次过来的时候给他带点菜啊。他平时自己有时候也煮饭。回去了啊，明天还要去租房子看房子。好了，我是于毅，下期见。